杯，玉皇上帝万寿，上午九点，家己慈悲湖，降福在天，祈福发会，甲新春团拜。联络电话：家己讲堂0525-5888，家己中心0521-6700，和睦中心0523-8348。敬请十方大德踊跃前往参加。阿弥陀佛。弘扬佛法，利益众生，尽在生命电视台。接下来请收看素食新世界。还有哪些动物性的食品添加物是容易被误食的？明胶，由牛、猪等动物皮下组织抽取的胶质，或由动物的骨头和皮长时间熬煮所形成，普遍使用于果冻、优酪乳、优格、布丁、软糖、口香糖、糖果、药用胶的制作添加。大多数的一般药用胶囊也都由明胶制成。三宝是福田，所以各位呢，多多的布施药来还债。以后各位吃药这样最好这样吃了。我们出家人喜欢吃中药，很少吃西药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有西药有动物成分就 不太喜欢吃，如果西药没有动物成分呢，我们才会吃，不然呢，你为了身体好又吃了一大堆动物，怎么会好呢？那等于吸毒一样啊，以后还是会严重。所以你一生病赶快发愿吃素，病就好一半。但你不要病好了开始又吃肉，然后就送医院了，跟我大哥一样。我大哥癌症都没有死，然后呢就叫他吃素就好一点，昨天又打电话来，哇，明天要开刀了，他又煮肉了，我给我儿子吃啊，吃不完之后我自己吃啊。马上完蛋了，明天要开刀了，我要回向了啊！但是我认为很好玩，他就是人，就是好了他就忘了，你没办法，因为他住美国啊，他说那边不方便啊，不方便就自己煮啊，对不对？那这个很明显的，你已经好了，你加一点点肉都不行。因为这冤亲债主就借这个机会恨你，对不对？那他就会更生气，因为他原谅你，他本来要找你报仇的，他原谅你，你又再次的伤害他的同类，那他就找你复仇了。香辛料、调味料，由多种香料混合而成的香料总称，大多包括葱、蒜。常于零食类、调味品、素食汤包、素食面中标示。念下世尊说偈曰：晨曦为亲属，必会不净杂，不净所生长，闻气息恐怖。一切肉与葱及猪酒蒜等种种放逸酒，修行常远离。异常离麻油及猪穿孔船，于彼猪细虫，于中即恐怖。如彼贪欲过，障碍甚解脱。酒肉葱酒蒜，悉为甚道障。好，所以在楞严经，佛陀继续说了，我们跟众生都是亲戚朋友，但是他们现在，堕落在鬼道啊，乃至畜生道。在不清净的地方，
但是如果你吃这些东西，他们就很恐怖啊。今天各位要超度鸡，结果你是吃鸡肉了，看到你就吓坏了啊。乃至你今天吃葱蒜来这个地方念经超度，哎呀，这些众生也会觉得很痛苦的味道，甚至天神护法神统统跑光光。所以各位特别喜欢念阿弥陀佛诵经持咒的人，不能吃肉，不能吃葱蒜韭菜，不然没有悲心，反而让众生痛苦恐怖啊。所以一切肉葱及猪韭蒜等种种放逸酒也不能喝酒，修行的人要远离。甚至呢，古时候人不用麻油，因为麻油要炸麻油，很多小虫都会喜欢麻油味道附在那种子上，一压一炸，通通把它压死了啊。所以呢，异常离麻油及猪穿孔床，哎，古时候那个木头床，哎，很多白蚁小动物在里面，你一坐下去就像地震一样啊，在里面呢的虫吓都吓坏了，甚至被你压死了。以比猪戏虫，鱼中极恐怖。所以弘一大师每次要坐椅子，他一定要拍拍椅子，好好检查椅子啊，不希望他一坐下去让这些小虫因为他而恐怖乃至死亡啊。如比贪欲过，障碍胜解脱。如果你喜欢喝酒吃肉葱蒜，那你就会障碍你的解脱 啊。所以酒啊肉啊葱啊韭菜蒜头都是成佛之道乃至解脱道的障碍啊。所以各位这一点很重要啊啊。各位了解哦，我们出家人今天很喜欢吃肉吃大蒜，那人家就讨厌你，也度不了人了，不要说度众生了啊，那你也不可能成就吧，是这个意思。钙粉使用于营养剂或婴儿奶粉的添加，最普通的来源于牛骨、鱼骨、贝壳珊瑚钙质、凝乳酶，又称凝乳酵素，使用于 cheese 加工时的凝固剂，为小牛第四个胃中的酵素抽出物。几乎所有的乳酪厂商都会在产品上标示是否含有凝乳酵素，甚至更明确标示素食专用等字眼。有些国家则不会标示是否为素食，故选用 cheese 时注意成分，建议由英文标示的部分来分辨。国内有许多素食人口属于奶素，基本上可食用乳酪 cheese， 但某些乳酪是采用牛胃的凝乳酵素制成，所以不能归为素食品。甲壳素又称己丁酯、甲壳酯、壳糖胺及壳多糖，存在于甲壳类动物的外壳及表皮、乌贼的软骨、菌类以及酵母菌类的细胞中，目前大多采自螃蟹的外壳，含有己丁酯及聚甲壳糖。水解胶原蛋白，水解胶原蛋白有动物性、植物性两种，由猪皮炼制的是动物性胶原蛋白，从海中植物所提炼而成的是植物性胶原蛋白。我想借今天的因缘，我想全世界有这么多这么多的众生啊，如果按照现在科学的记载，这个世界一年一年杀掉的动物，牛、猪、鸡、鸭、海鲜有5000亿只，5000亿啊，那你没有办法，没办法去形容，那就5000亿的痛苦啊，所以我们要分分秒秒为他们啊超度啊，愿他们离开痛苦啊。所以这个世间没有什么快乐可言啊，
结束痛苦就是快乐啊。所以我想对自己而言，我们也希望我们，如果你现在身上有生病在痛，你只有一个想法，不要痛了，不要痛了，减低这个世界众生的痛苦啊，这是生命里面最重要的啊。这个世界很多人问我说，哎呀师父你怎么修行，我说就是这样，每天就去爱爱爱到死啊，每天就去奉献的意思啦。这个世间没有停止痛苦，所以你要永恒的去爱，永恒的去奉献，只有这个啊。你说个人自己能够得到什么啊？就是希望自己能够安住在空性啊，无我的，能够接受痛苦的啊。所谓无我，就是希望自己能够承受痛苦啊，只关心众生的痛苦，也能够承受痛苦啊。因为佛教讲空，各位要有一个观念，我们是众生世界的一份子，我们是一个整体生命，不是个体生命。你的痛苦就是我的痛苦，他的痛苦就是我的痛苦，所以空就是要我们跟世界合为一体，所以佛教叫同体大悲，无缘大慈。我要我们对所有的生命都要慈悲啊，这样来体悟空性。所以不管你走到哪里，愿花草树木都快乐啊，愿天空陆地都美好，愿世界和平，愿众生快乐，要一直一直培养这样。第一句话《放网经》说的，若佛子以慈心故行放生业，一切男子是我父，一切女人是我母，我生生无不从之受生，故六道众生皆是我父母，而杀而死者即杀我父母。各位信不信这句话？信，信你还会吃肉吗？这就是迷信啊，假信啊。真信的人你不敢吃肉的，你不会去恨人的，你不会找一个男人或女人谈恋爱，因为他是我的爸我的妈，一切男人都我父亲，一切女人都我母亲啊！你现在所看到的蟑螂蚂蚁都做过我们的父母，我们生生世世无不从之受生，所以六道众生都是我们父母，你杀他吃他就在杀自己的父母啊！所以各位，经文重不重要啊？你要一直看一直看，然后去做闻思修，你不能看过了然后你还继续吃肉，代表你这个经文只是念好玩的。所以呢，发菩提心不能发在嘴巴，发在嘴巴会下地狱的啊！发菩提心要发在行为，发在行为才可以消业障啊！所以我们要去实践，这个叫戒律。你知道了，你就要去做啊！所以众生都是我们父母，要爱护他。所以别人在杀他，就在杀你父母；别人在吃他，就在吃我们父母啊！所以我们要想尽办法告诉他啊！所以弘扬佛法，各位要积极啊，要创造机会啊！你不能说，哎呀，我拍谁供啊？我不爱该供啊，好的呀，啊，像我以前在家吃素了，我以前从来不请人家吃饭的，后来吃素以后，没事就请人家吃饭，干嘛？请他们吃素啊，好好的跟他弘扬，他吃我的，他就不好意思不来，我都用最好吃的给他们，最贵的，哎呀，请吃饭了，这个以前不请吃饭了，现在会请吃饭了。啊，我都请得非常丰富，非常丰富，然后有机会跟他们讲为什么要吃素啊，各位要大力弘扬。那后来就出家了，为什么要出家？就是要努力的弘扬这些。那个餐厅没煮素的，我也去吃啊，常常去吃啊，我教你煮素比较快的这样啊。后来我就带我很多朋友去吃，他为了要赚钱，他只好煮嘛，对不对？他为了要赚钱，以后门口就贴着“此地有罗汉斋”。虽然他卖荤又卖罗汉斋，然后就故意找人都去吃啊，公司员工多的是，我说你们去吃我付钱，那一家店好好给他吃。吃到后来他就慢慢素食越来越多了，素食越来越多以后就把书也放进去了，什么地藏本愿经啊漫画啊这样啊。那你要度他嘛，
啊，他有钱赚啊，又有客人，慢慢他觉得，哎，吃素也很好。原来他一吃素以后，他买一点点素食，生意好起来了。啊，